西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啊，纳巴提恩人落脚在这个地方，开始在这边生活跟居住。他们首先发展的是什么？是他们的住家、住的地方，还有就是墓穴。那墓穴有三种墓穴，一种是一般，这种是家庭式的，里面有好几个坑，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家人啊，就在这样的家庭墓穴里面。那个方块型的，这个是给比较特殊人物，譬如说他可能是个将领，他是将军，他是个贵族，他就会在一个的这个。然后再有一种是比较皇室的，它外面对外面会有比较华丽的雕刻，而且会有上下层，上面是墓穴，下面是他们的子孙聚集来祭祀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清明节一样。这一块石头上面有文字，有没有看到刻的字？这是希腊文，还有另外一个是纳巴提恩文。那个文字上写的就是这一个墓穴是属于哪一个人的，还有他的家人，他的族人会葬在这边。那你们看到这个好像那个埃及的方尖碑，这种比较像是皇，有一点感觉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对不对？他这个有上，你看什么上面一个门，下面一个门的感觉。上层的话，好，里面摆放着就是他们的遗体，啊，然后他会用乳香跟墨药这些香料来保存这个尸体，然后放在那边。下面的话就是下面会有三张椅子，长椅、石椅那样子做成，像么字形。然后所以亲人来祭祀的时候就会在下面用。为什么叫蛇道？是我们翻成蛇道，它叫 sink， 它的意思是阿拉伯语来的，就是很狭窄的通道入口的意思。这就是地壳变动，地震它本来是这样子合在一起的，对不对？然后裂开之后，纳巴提恩人发现了这边，他把它拓宽，挖宽一点，而且还凿了水道，增加了一些这个措施来作为他们可以生活更方便使用。这个蛇道哈，弯弯曲曲的，有些地方2公尺宽而已，有些地方高达100公尺高。那小薇曾经在这边发生，就是水道，蛇道变成河道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因为你看两侧的水这样子冲刷下来之后，水位就会突然高了。你们看到这里有个拱的，流的两边，还有
个是什么时候才塌掉？一百多年前才塌掉。两侧，譬如说有些地方要加宽，或者是要凿出这种壁龛的时候，他们用的就是锤子跟凿子，好，一钉一凿的雕刻出这些地方来。的建筑元素之外，他们也看到人家拜不同的神，什么埃及拜 Isis，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希腊拜宙斯啊、Artemis 那些神。那他们自己这边呢，他们有他们拜的神叫杜莎拉，因为这个整个群山呢有个杜莎拉山，所以那个杜莎拉神呢好像就是这边的守护神一样。那杜莎拉神长什么样呢？就长这样子。都很多的这个壁龛里面，这里有个凹槽，那个摆放油灯，点油灯，然后就晚上也可以这个照亮道路。他在打造他的城市的时候，他那个地用的是砂岩，砂岩的话，这个很容易就是损毁了。后来罗马人来了之后呢，他就用这种石灰岩，他这个硬石灰岩，所以他就比较不容易，因为他会有马车，会有各式各样的就是交通工具行经这边，所以就比较不怕被摧毁。在墙壁上的这个就是一个小的艾尔塔兹尼神殿，我们不是要去看艾尔塔兹尼神殿吗？他刻着一个小的，在古时候艾尔塔兹尼神殿对他们也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要让人们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所以就是刻了一个小的艾尔塔兹尼神殿在那边，然后有箭头来指示往哪一头。这是一个城市的重要的通道，所以那个门户不能随便人家进出，要有人把关，欢迎有来办。这个士兵呢，除了在两侧这边也要从高处来侦测或者是监视。那他们怎么上去啊？这里就是他们这个登上上面的这个脚的那个足迹啊。这个石块哈，你们看上方这边的装饰，这个有像那个希腊的这个列柱柱头，是希腊式的。那这里呢？这有两个神，这个是杜莎拉神，这个是女神，这阿乌萨，阿乌萨的眼睛，好，那没有嘴巴，啊，杜莎拉，哎，什么都没有。那这下面这里有个凹槽，这个是点什么？可以点那个乳香，珍贵，它是珍贵的树脂，比黄金还贵。从这个山壁上哈，这是不是都是水纹？就是雨水冲刷形成的线条，对不对？那个水沿着这个凹槽流下来，流进这个洞穴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在这边洗手洗脚啊，手洁心清的进到这里面来敬拜。大脚哈利的脚印，不用大，然后就雄毅，然后这样有阶梯啊，这边这样子进来这个内室房间里面。
No elevators. 哦，大象。这个人呢，他在这边有很多祭祀的东西。这里呢已经风化，看不出来。其实这是一个人穿着裙子，然后这边呢、哦，这两只是牛，然后这里，写的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节庆的时候。那这边一样就是杜莎拉，好、哦，这个是来自亚述的那个神，所以他可能是多神敬拜。最主要的是杜莎。哎呀，吴小米，咱那个有当看到这吗？因为他叫扛起来，到了25年前的时候，他才能够就是清掉这些这个被泥土淹盖封城的地方，才让他重建。才25年，这是牧羊人的袍子身体。And the camel, that's the camel hump. 看到有国风。And the camel neck and the head, it was visible, but now it's eroded, you see? Watch the carriage. Okay, you can see here the camel feet. Camel feet over here. And also a woman, and you can see her feet. And another camel there. So it was like caravan, you know? The shepherd leading the caravan.可是因为风化还有地震的关系，所以看起来已经不完整了。Look at his leather shoes here, made in China. 这是很美丽的景观造景，因为这个水流会形成自然的波。Because this is a cliff, and in winter season it will be like a waterfall. So the waterfall goes in the steps first, and it goes in the water channel. 所以雨季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就形成了漂亮的。So it will not destroy the road. Have you ever seen this? Yeah. Yes, I was here many times in the flood. 看到更清楚的，这个是好水管，这是古代的水管。各位，这个是砂岩哦，它这个水倒过来，砂岩是会吸水。会吸收水分，那水是很重要的资源。他们用多重的防护来制造这个陶片陶管，包括一层的陶片，然后还有用细土，才不会让水渗透进去。各种不同的宗教有它不同的敬拜方式，比如说什么基督教、犹太教或者是其他的教，它可能是这样敬拜。那他刚刚就示范给大家看说，那穆斯林像他第一个动作是站直挺挺朝着麦加的方向画了第一个字，然后接下来他是要这样鞠躬，然后再来又挺直直的第三个，再下来是跪下去头那样，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字就是阿拉。祭拜的时候啊，第一排为什么是男人，第二排是小孩，第三排是女人，为什么女人在最后面？哎，然后这个他就猜说，是不是因为他的地位比较低呀、啊？啊，不是啊，因为女人是诱惑啊，他如果摆在那个男人面前，他们就不能专心敬拜。Because you put your foot here, then to worship the god. 杜莎拉神。Oh, the second theory, give me your hand and your hand. The second theory, when you get the man and the woman get married with each other, put their hands like this. 印证他们的婚礼。The priest used to.You know, to give them marriage like this, and you are considered a wife and a husband. Congratulations.
他们想说，那个上面可能藏有埃及法老王的宝藏，所以他们就拿起了枪射那个瓮。这个有个半圆形的瓶蟹，上面有一个瓮，上面有很多弹孔，就是他们拿枪射的。考古学家研究哈，这个是纳帕提恩人的这个亚历达三世的这个墓穴。那为什么知道说是那个亚历达三世呢？因为在里面发现了那个钱币，钱币一面就是亚历达三世，另外一面是他的太太莎菲拉。这个高呢是40公尺，宽是28公尺。我们看到有那个两侧有一个一个的框，那个凹槽哈、那个本来是可能上面有爬木头，就是工人的话可以攀爬上去。它是从高处往底下挖的，不是我们想可能是这样子磕上去，它是量好了，然后从上面往下挖。看到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哦，它这个本来两个三角形的上面有老鹰，可是已经风化了，中间那个瓮不是放法老的宝藏，它是放什么？它本来是放骨灰的。也有四只老鹰哦，老鹰代表的是一种荣耀跟权势。中间那个女神哦，那个是埃及的 ISIS 女神。那旁边两侧，那个 ISIS 女神后面是不是有两个有翅膀的？那是胜利女神。我们看到这个脸一。这个亚马逊女战士，她上面拿着东西哈，然后像在跳舞一样。亚马逊女战士她会把左胸切掉，为了要利于射击。你们看到这个这一排的中间这边，这是不是有个三角形？三角形的上面有一排花，小小的花，那有三十个花，代表一个月有30天。那下面的三角形的门楣有7个杯子，代表一个礼拜有7天。那这个6根的这个列柱哈，从左边数来第3根，这个本来是损毁断裂的，它后来给它补上去。两个骑着马的这个神哦，一个是面对左边，一个是面对右边哈，那个是。这个带灵魂走的死亡之神，里面有3个石棺，在所站的脚底下哈，不是它原始的地面，这个是地震还有泥土冲刷之后形成这样的地面。那它这个艾帕斯尼神殿在更深，还有更底下，你可以靠近前面去看，铁网里面还有更深的部分，还有更多墓穴。我看的位置哦，像这边哦，这个是这个一般平民百姓的墓穴，好、哦，那是可能政府弄的，然后有人来挖掘付费，然后在这边，这边呢是皇室的墓穴，这里有好几座都是皇室大官哈、哦，或者是王亲贵族的。那再穷的人呢？你看他就有阶梯上去，不建议你上去。上面有那个祭坛的地方，为什么不建议你上去？你知道这边几千年来它风化的非常的严重。那个像剧场一样的地方，它原本是纳帕提恩人他们的一种敬拜仪式的场所，还有墓穴所在。那罗马人2世纪取得了这边之后，他就改变了它的功能，他就把它作为什么呢？他就是依着这个山壁呢，把它变成雕刻成这个剧场的样子来作为使用。